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2月22日，前锋与图奥森捍卫拿波里先开纪录。上半场34分钟，祖云尼迪罗伦素右路精彩挑传禁区，西荣罗辛奴的射门击中门柱，随后与图奥森汉反抢被 A 布达放倒球证判罚12码，然后基玉查基华拉基利亚主罚被 K 查普神勇扑出。40分钟，右路的西荣罗辛奴接直传球到禁区横传门前，与图奥森汉包抄推射破门，拿波里1-0法兰克福。下半场58分钟，蓝度高路梅安尼左路带球突破失球之际，直接踩在了对手脚上，被球证红牌罚下，法兰克福十人应战。65分钟，基玉查基华拉基利亚后脚跟传球，祖云尼迪罗伦素跟进推射破门，拿波里2-0法兰克福，该比分也维持到了中场哨声响起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